我要跟老舅 battle。这俩。Why 呀，舅 ？Why 呀 ？Why 呀？给我们一个 reason 啊！不是，你漏水了你。那是谁赢了呢？是你赢了。你赢了。那我怎么感觉我输了呢？我怎么？绵绵，看上去确实是你输了。这个怎么算呢？所有赢的人，最后那个赢的人是很吃亏的，那跟那个输的没啥区别。必须嘛。对啊，还有一个办法，围成一个圈。就这样打呀，就右手啪上去甩，甩到哪个喷出来为止。对，可以啊，这很好啊。跑个什么？咱俩都玩完了，我才反应过来，咱俩玩完了。很公平，很公平。那就再来一遍。我同意。嗯。行。来，一二。呀。那我很衰呀、啊，那我很衰呀、啊。那时候你不重要了，你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应该是我表演了。那我到最后他以为只来一个人，那我白来了。呜！哈哈哈哈！我妈会心疼我的。我妈说，超哥不让你好好照顾王冕吗？你也没照顾好呀。不是我，迪哥抽的呀。你一出来时，我妈给你交代啥了？啊！你们漏怯了。不是，他一直盯着我，他往里钻，他一直往里钻。太失败了。好失败，你知道我们设计了多久吗？你非常成功，他不行，他一说话太……你看看。不行，露怯了，露怯了，是吧？喜欢我啊？那太喜欢了，就尤其是你们天霸组合，我是最喜欢的。包括五哈，我也是因为这个三人组嘛，天霸加上鹿晗。超哥瞅着比电视上年轻多了，谢谢。要不我先走，从头到尾就不是我迪哥今天有点落枕，你知道吗？他脑袋就没有我这边掰过一下，我就使劲把你插话题啊！这是偶像的力量，这是偶像。我觉得你的表演感特别强。把陈浩给劈下去了。嗯，有些人要不开心的。呀，他们不在这边吗？没有，他们今天是在漠河。要给超哥打。OK。Hello。超哥，黄文雪，我们接到了大头。你好，大头。哎，他说他从小喜欢看两个综艺，一个就是《跑男》，一个《五哈》。完，他现在最喜欢就是《五哈》。哇，天霸！动，脱，脱，脱！可以，是个老粉，是老粉。所以看到他们俩是不是特别失望？还好。没有，他说了，人家说了一句真心话。对，你让人家说句话。我说。范老师把陈赫给批下去了，综艺上的就是综艺感。他说范老师在综艺感上把赫给批下去了。哦，哇，对，就是全国人都知道，没有陈赫挺好，而且又矫情，是吧？又那什么，真的。很多人的综艺我都看过。真的还有什么啊？跑男，我今年最开始追的时候。五哈最喜欢看哪一集？那个你们唱那个《原来第四个》那个太逗了。rapper， 他关键是他第一期的时候就阳了。这个你的动态，他还是观察得很仔细的。对，但是
很震惊啊。你的偶像不会是宝石吧？啊，对，和范志毅老师。他们那个真的是太搞笑了。虽然你很喜欢我们节目，很支持我们节目，但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对你的刚才讲的那个审美啊要进行一些拯救计划。就是喜欢范志毅老师，我觉得大哥就是算了哈，大哥确实有他的魅力。对，你喜欢宝石。你喜欢宝石，我对你这个喜欢表示遗憾。遗憾，很遗憾。我震惊，我震惊到了。对，真的他多有意思啊。他陈老师有意思吗？没有。你看他来吗？他不来。没有你好。从此以后，宝石什么老舅，从你的这个抹掉、抠掉这几个字，好吗？不要了。不要了。嗯。吼。于迪，38岁，漠河东方红超市经理。哈尔滨人，在漠河待了1年多了。我们要找的是迪利努尔。这位朋友最喜欢节目里面的是喜欢鹿晗，喜欢邓超，喜欢陈赫，巧妙的避开了我们俩。我们去了，我觉得妹妹会很难受的。咋是你俩来了？对，五哈里最喜欢鹿晗，长得帅，通过他才喜欢上了五哈。然后除开鹿晗，喜欢王冕、宝石、范老师。哎，好像还这都避开了，你看看哈，咱俩抓错了吧？不喜欢谁谁去，喜欢谁谁不来。他个人比较喜欢五哈几个人在一起的氛围，觉得第三季，觉得第三季范老师很有综艺感，综艺效果很搞笑，这个是得偿所愿的，对吧？啊。贺哥好，贺哥，我太喜欢你们天霸组合了，太喜欢了。你好，你好，你好。贺哥好，贺哥听说去福演了，没有没有，不遗憾不遗憾，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已经非常惊喜了，我都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跟我的偶像面对面的视频，跟我的偶像面对面的说话，已经很荣幸了。难为你了，让这两个人去看你，难为你了。你们没有没有。王敏还是比较好的，想起我来了，想起我来了。敏哥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很垮，我们很垮，准备了一晚上。喜欢我啊？那太喜欢了，就尤其是你们天霸组合，我是最喜欢的。就看见你俩我就想笑，包括五哈，我也是因为这个三人组嘛，天霸加上鹿晗。超哥瞅着比电视上年轻多了，谢谢。要不我先走，从头到尾就不是我迪哥今天有点落枕，你知道吗？他脑袋就没有我这边掰过一下，我这使劲把你插话题啊。这是偶像的力量，这是偶像。迪哥，你这样，你跟我聊的时候啊，你就30秒往头往那边摆一下就行，话可以往这儿递。要不把那刚那大姐叫进来，我就跟那个姐聊。你的偶像不会是宝石吧？啊，对，和范志毅老师。他们那个真的是太搞笑了。